5月19日凌晨，舒淇在微博晒出一张和冯绍峰的合影，两人用黑蓝相间的围巾随意裹住头部，舒淇嘟嘴卖萌，冯绍峰则一脸正气。如此造型的俊男靓女站在异国街头，别有一番异域风情。舒淇配文称：“怎样才叫最好的朋友？答案尽在照片中。一起卖蠢的才算是吗？”众网友纷纷表示配一脸：“哎呦，不错哦，在一起吧，陪你一起疯，一起傻，一起哭，一起闹。”还有网友调侃起冯绍峰和林允的绯闻：“我好像知道了什么，难道之前被拍到牵手的一直都是舒淇？”